椒螃蟹，令人食指大动的新加坡顶级美食，不仅在国内销魂蚀骨，更驰名海外，征服老饕肠胃。这道珍馐美味引领风骚，其实也是本地海鲜餐馆品牌经营的最好例子。拥有近30年历史的珍宝海鲜，在东海岸这里无心插柳的开业。创办人是黄建明的父亲黄南德，不过在建明和几位家人手中，珍宝成为新加坡最大的饮食集团之一。他不仅在全岛各地拥有16间不同品牌的分店，还独创各个计划物色公司里的千里马，成为厨艺和管理兼具的接班人。位于樟宜海岸路的这间珍宝厨房，有个小女生埋头苦干。我是陈婉婷，我今年20岁，我在珍宝做了4个月。当时我加入的时候是一个误打误撞的情形下，所以第一步就是他们来学校，他们就是颁发，就看谁要拿他们的奖学金来，然后 scholarship。我就没有想太多，我就直接去报名去试试看，拿一个奖学金看会怎样。从淡马锡理工学院毕业的婉婷，是珍宝以奖学金计划招揽进来的新秀。起初也没有会想要去做餐饮管理，我就觉得一般我们去做厨房你还有的动手什么什么，所以会比较想去闯一闯这样。处理食材的砧板部有4名员工，婉婷担任4砧。从早上开始的话，第一件事就是切菜，好像生意会卖的菜，好像你要菠菜啦、芥蓝什么，然后做完这些菜，然后你再做别的做货。做货就是你准备那些要卖的东西，这些东西它不是直接从工厂来，就是讲。我不会觉得我不懂要做什么，因为已经写好我这个礼拜一定要学会这个，所以如果不会我就会问我头餐还是二餐，哎，这个我今天需要学，你可以教我吗？比起老板当年，婉婷算是幸运多了，珍宝的掌舵人都是从底层打下江山的。1987年的时候，我父亲跟一群朋友就合资买了一间要关闭的海鲜餐厅，就是目前东海岸的这家旗舰店。那开始的时候以为是说当作自己的一个朋友聚餐啊，或者是聊天的一个小餐厅啦，自己的一个餐厅。那没想到，以为是说只要请一个厨师一个经理呢就能把餐厅做好了，没想到并不是这么简单。那结果之后呢，一直在亏损，那没办法，我们自己接手过来打理。毕业自美国大学的黄建明，在31岁那年，为了掌管珍宝，他放弃了工程师的事业。几个弟妹也加入了公司，建明排行最大，二妹翠芳主管人力资源与集团事务，三妹翠荣负责品质保证与中央厨房营运，而弟弟建亮主理上海业务。他们个个都在厨房待过，餐馆的琐碎活儿都难不倒他们。点菜啦，领位啦，甚至于洗碗啊，就差厨师没做，因为我自己不会煮。那其他能做的我都有去动手去做了。负责楼面服务和培训的美凤，是珍宝的老臣子，和老板们一起度过打拼的日子。我姓徐，叫美凤，今年40。我在珍宝23年了。我是应该是92年来的，那时候马来西亚可以做巴汤，然后做到 Jumbo Garden 那里，那个 manager 就觉得我不错，他就问我要不要转长工，那时候我就变成了那里的长工。
美凤加入公司时，也是建明在扩充生意初期，餐馆生意淡静无比。他每天都在店里跟我们一起做工的，甚至洗碗，我们怎么洗碗还是他教我们的。慈龙馆开的时候，刚开始比较近嘛，那他就带着我们去拍分那种 flyer， 那种就是啊传单啊，让介绍顾客来的咯，他会带着我们去分。就是他会跟我们说啊，现在几点，然后几点我们在哪里集合，然后他也会担心我们不见掉了，因为全部都小嘛，那时候全部都是十多岁而已。美凤在珍宝23年的最大收获，莫过于觅得了良好姻缘，遇到了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老公谭建华。就在竹荣做工的时候了，一起做工的嘛，就是他是厨房的，我是楼面的嘛，就在店里认识了。当年的婚礼还有老板的出席，美凤不但找到了另一半，个人的发展和见识也因为得到老板的启发而更开阔。因为3点到5点那一段时间是我们休息的时间，他说为什么不要用这一段时间去学习新的，然后我们说我们可以学什么呢？去上课啦。上课，老板说是啊，去上课，然后他就安排我们去上英文啦，然后就去上一些关于酒楼的服务的课程啦，都很多了，现在都有在上课了。虽然生活美好，美凤和老公却前后3次辞职，但最后还是留了下来。珍宝在2013年走出了国门，进军神州大地。目前在上海有3家分店，都坐落在最繁忙热闹的商区。到了异国，辣椒螃蟹还是主打的精品佳肴。捏辣椒蟹。出菜的时候，还是进单。谭建华是3间分店的总厨，派驻上海已经有3年了。我叫谭建华，今年38岁，在珍宝这里做了大概15年，所负责的就是食品监督。是公司把我调过来，就是也有问过我本身的意愿，就是说可以过来试试一下这里的挑战。因为新加坡啊做了那么久都没有什么能够去进步的，出国的话到上海可以去尝试一下。建华的妻子美凤一年总有几次到上海培训当地员工，美凤逗留的那几天就是夫妻俩相聚的时光。虽然分隔两地，聚少离多，他们对公司却毫无怨言。这么多年来，两口子为了生育孩子3番2次辞职，每一次都让公司煞费心思。因为工作毕竟是有压力的嘛，然后就时间比较长咯，然后需要一些休息。我们回去的那3年都有跟这里联系，然后就要继续做回匠的了。然后我们又觉得我们又很久了，然后还是没有孩子了，然后我们又辞职了，全部不需要这边。为了帮建华和美凤解决生育问题，担任人事部主管的黄翠芳一再挽留。你准备好了，全部。Chris 是人事部经理，然后他就找我谈，就问我为什么辞职。我说不为什么，只是我想换回一个正常的工作时间。他说不如这样，我换你去培训部，你 OK 吗？
Joanne 是一个人才，所以我们一定会要挽留他。所以即使他在这个楼面那边嘛有一些困难嘛，所以我们就是尽量是觉得，哎，你可不可以来培训部这边，所以我们会有 counter offer， 他有另外一个选择，主要是希望他能留下来。我说我行吗？因为我在店里教员工是 OK， 正式的培训我应该不 OK 吧。我说，他说没关系，我们可以让你去上课，之后就过去培训部了，然后就去上课，这些就开始了培训的工作。工作做出调整之后，夫妻俩不但在两年前迎来期盼已久的小宝贝，实现了传宗接代的心愿，美凤更升级成为培训导师。今天我们是在上海的国境分店第三家的分店，今天主要下午这段时间我会进行一些培训。告诉我点菜的第一件事你要做的是什么？你好，我是服务员董瑶，可以帮你点菜吗？当你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可以顺便做什么？可以就是交换一下名片。对，现在比较规划了嘛，所以就有一系列的培训课程了。当顾客喝完了之后就问顾客要不要再来一杯，就算新加坡员工新来也是线上课的，一般都会线上课，就算他是厨师都是卫生课要线上，然后跟着就是才可以开工。开工前员工先争取时间填饱肚子，建华和美凤一年难得几次坐在一起吃饭，上海碰头时如果刚好在同一家分店，时间就显得更珍贵。别小看这员工餐，建华当年就是因为准备员工餐被老板黄建明发现了他的用心。每天去想啊，要做什么员工餐，就是下班就没休息，就一个人在那边慢慢搞搞搞这样，这样煮出来员工餐，应该是刚好是老板还是什么有吃到，就说啊，这个员工餐不一样，什么什么，就一次两次就来这样吃，有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了。员工餐在黄建明看来意义也一样非凡。我会餐下来，员工餐跟他们吃一下的。我觉得你当他跟你，当你的关系跟他是朋友的关系的话呢，他会跟你讲一些很多东西呢。很多很简单的东西会让你对整个运作多一点了解。对建华来说，从简朴的背景到今天的成就都是得来不易的。之前在新加坡也没想过自己会做到那么高的职位，当时在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做个打鼾也好，做一个牛蛙也好，就想啊，给我做到老大那个位置已经是很好了，很开心了。就是现在做了这个职位，就是自己有一种好像很光荣还是很骄傲的感觉了。对美凤而言，待在珍宝的这些日子更让她感觉到自己也是宝。我们有很多老员工的，还有很多个比我更久的，就是从小做到老了。在这里啊，我学到很多东西嘞，电脑啦，英文啦，培训啦，这些都是我学的，然后工也是这里找的。对，一般上人家会用这个理由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也不过我的看法是说，如果你到外面走了一圈，你最终还是认为珍宝好的话，你回来的话，你会更珍惜这份工作，跟珍宝的这份缘。珍宝在新加坡不仅拥有16间遍布全岛各地不同品牌的分店，还有掌控品质的中央厨房。中央厨房好比神经中枢，用机械集中烹煮食材，再送到各店面去。从2008年开始，材料和酱料的配置都在中央厨房进行，这不仅提高了生产力，还保障品质到位。处理后的材料每天运送到不同分店，
这天到达荷兰路附近的登喜丘。我叫黄子阳，我今年29岁，我是在珍宝登喜丘担任高级主厨的职位。我进珍宝今年是第9年，如果跟外面的人讲我是厨师的话，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相信我是一个厨师。一般人对厨师的印象可能要很老哦，年纪会比较大，然后可能会一个大肚腩。普通的一天，我的工作是要确保大家的工作进行的顺畅，然后确保来的品质都是符合我们的公司要求。午餐时间即将到来，楼面员工进行立场汇报，各就各位。全心服务在珍宝，你我一定做得到。而厨房马上就成了担任领头的子阳和他的军士们的战场。子阳入行以来，倒垃圾、洗地板都做过，一路升上厨师的位置，都因他背后有个老大，执行总厨黄仲礼。我跟我老大的关系，他是一个我很尊敬的一个人了、啊，就是我从什么都不会，他把我教到一个现在的我。刚进来的时候，我脾气是很火爆的，不能给人家批评，也不能讲给人家说。到现在，我就是慢慢我会接受意见，会接受看法，会接受员工的心声。因为我们做这一行的话，他们这些跟了我这样多年的，他们大多就会叫我老大嘛。我是这样认为呢，因为我好像他们的大家长。他们既然叫我老大的话，我就对他们有一份责任在那边。新加坡年轻的要进厨房呢，算是稀有动物了嘛，越来越少。然后他一旦进到来，又发觉他，又挺聪明，然后学习能力很强，也是一个难可以训练的人才。我们也希望我们还有更年轻的新加坡的厨师可以一直不断的出来，尤其是在我们集团里面。子阳也曾一度想辞去工作，但幸得老大的一句提醒。当时我在打了这个职务的时候，就是反复又反复做同样的东西，就是没有学习到新的东西，做着做着就开始有点厌倦，然后就一时想不开就想辞职。当时我的老大就特地下来找我聊我的辞职的问题，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可能在5年过后你是我其中一家分行的老大也说不一定，然后就开始慢慢给我学习不一样的东西，面对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挑战。我们老板比较舍得花钱投资在员工的培训方面，我这样10多年这样走来，大大小小的课程我最少都有上了10多20个课程。不，因为他给的指示也是希望我能够在这个集团帮他带多一点年轻的厨师，因为这个集团我们还也是刚刚上市的。人往高处嘛，对不对？如果你把他培训起来培养起来的话，你又不给他机会提升的话，你是在为你的竞争对手培训一个人才。那如果竞争对手能够给他更好的机会，那你不可以怪人了啊，因为是你自己没有办法把机会给人家。珍宝推行各个计划吸引年轻人加入公司，婉婷是被相中的其中一个管理层新秀，还在摸索餐馆厨房的运作。我发现进这个海鲜餐馆，就是要懂的东西真的很多，能学多少就学多少，因为很难得啊，有这种机会去学这些刀工啊这些。
让员工在事业上得到启发，同时找到乐趣，也是管理人士的黄翠芳每天的挑战。把人招进来是难，把人留下是更难啊。我有一组人啊，主要就是组织一些活动给我们的同事去参加，每个月都有一个活动。So let's say if 26, right? We just let them. So 我们希望啊，他们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呢，可以放松一下。所以人事部这边就是会组织很多活动，希望他们参与。所以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是 retention 的一个 strategy 吧。我想每个员工进来都是我们这个资源啊，那你要好好的利用这一份资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潜能，不是每颗种子都能长成参天大树，所以就是因材施教。人生五味，少不了甜酸苦辣咸。作为最懂得调制味道的人，他们所领略最深的，应该不只是舌尖上的满足吧。